起来哦，罗一凡！不用你管了，你跟像男人一样吗？跟我一起去查出真相，找出证据，把犯人绳之以法嘛！都起来哦，你起来！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好人要遭遇这种不幸？为什么我们要死？ 法律可以听讨回公道。法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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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本没有。那些立委的嘴脸，谁可以对他怎么样？你可以吗？请你们这些律师打官司，然后呢，要拖多久？最后每个人赔一点小钱，我们的亲人命回来吗？不然想怎样嘛？我要他们赔命，我要他们一命赔一命。我们车上死多少人？我要那些该负责的人，那些没有良心的老板，那些司机应该该赔命。现在就高兴了吗？这张陪葬根本把早晚点核心。我不是要知道我要提的核心，我现在要的就是遭遇到阿爹啊，把他们逼开个早出来打个半死，就这样子我才吞得下这口气。因为你的行车记录器有拍到翻车的画面，然后你有加速的离开。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加速离开，害那个游览车翻覆吗？委员，我有这样说吗？我只是要跟你要你的行车记录器而已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啊！刚游览车，刚刚那台车不见了。 总干事跟一凡的阿嬷不是都在车上吗？今天开这个记者会，主要就是要厘清各位的疑虑，把事实的真相摊开在大众面前。我未来一定会有钱的。我不让你有见光光姐。姐不要一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吗？事实是，死者头部右侧受到大力的撞击，已经排除是自杀了。神明到底想要暗示我什么？他是我妈妈。但我希望你找到的是他的尸体。如果需要葬礼社的话，可以给你打折啊。 我杀人了，他说谎。走，来人。那就是一场意外。你怎么可以置他于死地啊？你们先去医院。为什么每次遇到林凡的事情，你就丧失道理，你判断标准？这件事情还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。早上记者要一查，就被通风报信。该是真的，就得花的时候。等一下，不要跑，要跑。等等。 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我真的参选的话，你们觉得可以？在我为大家服务这么多年，我看到了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我相信我能带给立法院一个新的气象。不可能！你被指责入一场妨碍性自主跟伤害罪，你是不是真的冲动犯下这个错误？你不相信我到底怎么帮我？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你吗？ 难道我就这么不值得你相信吗？我想我可以相信什么？恐怕没有办法判断你的意思，准备判死刑吧。你搞不清状况你就跑吧？啊，你不等于告诉所有人你自己做这些心虚？我要帮你，你得告诉我真相啊！这可能牵涉到一场25年前的意外。你交代给我的任何事情，有哪一项让你失望过吗？刚刚还在女朋友李香茂，现在就变老婆，你卡住就给你啊！那些你自以为是的公平。 根本就是统治者的怜悯啊！可是你知道那场意外害死一凡阿嬷吗？你不敢追究我敢？我要告诉你，你报你，你是怎样啥？我只是想要真相，我想要知道我阿嬷是怎么死的。是用台戏。阿嬷，我是秀丽耶，你的账单我会忘掉吗？我阿嬷有一次去银行领钱，她忘记密码。 后来他把密码都改成我的生日，因为即便他老人痴呆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他也一定不会忘记我的生日。狩猎生日吼，我开心，嘛较袂袂记。可是我连
他最喜欢的衣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觉得我有资格去看阿妈最后一面？阿妈，不好意思了。我妈，爸爸希望你每一年生日都过得好快乐，好平安，因为你是爸爸这一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。我是真的很想念我阿妈，可是我不想让一个小女孩承受这么重的痛苦。叫你们阿冲帮，你都不能听。你们不可以跟我们负责任。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，人死了之后都会到地狱去走一趟。从第一殿到第十殿，看看你这辈子有没有做什么坏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